这样应该可以。妈咪，你要帮我选一颗草莓。这颗啊，或者这颗，因为这里有那个。妈咪，你要哪一个？先吃你。行，你可以先给我吃一口啊。你等下可以喂我吗？我这可以用叉子啊。打疫苗，我左手举不起来，举不起来了。来。这样不会给你干什么？没有叉子呀。没有，一有手而已啊。好，等下草莓再给你。好不好，姐姐帮忙我。好吧，随便拿。不用看看。那等一下是要喂我哦，好好好，用这么大盘子哦。啊，我的草莓要掉了，我的草莓要掉了。那边还有很多那个糖草莓，把它吃掉了。我没有手举不起来，没有力气，你看。来，这个草莓可以喂我吗？你要，来，给你。现在自己在。没办法。我要孝顺啊。可是你都可以吃，我干嘛还要喂？我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哦！我不能放手，快点！你刚才还在举叉子，现在给我说不能。快点啊！拜托了。姐姐，你要那个糖草莓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快点，挖一口给我吃，快点！孝顺，百善孝为先。可是你刚才都不是都在好好的吃了，现在给我吐了。刚才那段我会剪掉，快点，就说你从头喂到现在了。不要。快点，我现在左手打疫苗，手都不能动了，右手又中风了，快点。太惨，不要演那么惨。快点，你看。快点，我只有一只手，没办法吃蛋糕。快点，不然切好你喂我就好了。快点，你都可以吃了。快点，今天是妹妹生日，又不是你生日，帮我吃糖果。没关系啊，快点。妈咪，这个是生日礼物。这个是阿爸。该不会是谁？你干嘛问我？是谁呢？怎么这么软？这么软是谁呢？我又不是鬼怪，有预知能力。你觉得里面会是谁？你摸摸看。如果我有预知能力，我早就预出来了。先猜猜看你。枕头。你之前有枕头。叮当。什么东西呢？爸爸爱的香香。爹。你要给
给店长看。哇哇，拿去人工衣架。这个你把衣服带出去。人工衣架，小衣服。是人工衣架。人工衣架，再来。哇，酒红色的喜酒衣。哇，好漂亮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这一件三一件哦，不行的，1299。这个衣架要坏了。这个90，这太难了。第十件来来来，这个十一，这是啥？三，四，你穿裤啦？没有。全部都假，全部到底。哇！主人出现了，哎呀！哇塞，这染头发嘞，哎，还有鞋子哎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高跟鞋。哇！哎，这以前那个鞋子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我还记得这个紫色的，我还记得。来，芭比娃娃，你猜，我专门猜人工衣架专用的衣服。免费的哎，你把床来，这拆掉就可以帮他梳头。来了，好，嗯，好棒。行啊行啊，他看见了我做了木马的梦，给你拿走的梦。后来，然后，值千万，重金打造，银子一家，别无分号，遇过同事，遇过同事。欲罢不能，你要穿哪一个？历久弥新。拍拍手，来，你要穿马尾。我要穿衣服，你要穿马尾。不用，穿短马尾很可爱。我喜欢，我要穿这个粉红色的，看哪个人。来，帮他穿起来。哎，你看，芭比娃娃专注就是欣赏他的衣服。然后穿它，你要怎么穿？有没有一件可以借我玩？小孩子也可以穿不下去的。好，他没有手。你看啊，很奇怪啊。哪里我看放大有吗？有啊，吐了啊。好，太多了。等路你要用芭比做那个德国小浪费一件衫。好大啊，我的梦想衣。我还没看过这么大的人。还可以骑在那个吗？小孩子身上。真是要你。
然后来，再脚可以撑开吧？可以打开，打开，可以啊。它的宠物，哎，它还可以规则。它两只脚怎么不见了？来，打开脚，爸爸的专场，爸爸最厉害了。不用了，我一看，那脚踢出来了。我来下，对对对对对，来看，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来。